那我们桃园县的下水道呢，接管率普及率多少呢？目前大概只有4.16%，现在是在六都里面进赔莫重。为什么会有这么低呢？我亲身体验，我们嘉安村，我是住在嘉安村，嘉安村在推动这个地下下水道的这个接管的时候，碰到很多阻力。有些人认为说，他为什么会阻止这个？会有阻力，他因为在后面的防火巷他做了违建，那你去做下水道的接管的时候，那个违建必须要拆除，那再重新这个铺这个下水道，所以就往往就会受到一些阻力啊，所以这些其他还有一些我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也就不做再做详细的报告，我们再跳到下一个。我们要就地球，首先了解什么叫做温室。温室就好像我们种花的时候，做一个这个暖房，那个温室的暖房，用一个东西把外面的空气隔绝起来，然后不让它进来。我们在里面可以种花、种草，让它很好的生长环境。那地球也是一样，地球的外面有大气层把我们保护着，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在里面生长，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冷热的变化。那这个植物也能够生长，动物也能够生长，能够让我们存活。但是因为你污染了以后，让大气层的有那个破裂或者破损，而且或是外面的那个辐射一直进来，让地球的温度逐年的提高，所以会造成这个海平面的上升，最后甚至有一些低海平面的国家。海岛都会被最后被淹没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温室效应。所以我们未来要保护地球，所以我们就要节能减碳。下面一个就是怎么样来做节能减碳。那节能减碳这里有一些小秘诀，我是从食衣住行跟消费做一个这个分类。那我随便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因为不要占太多时间。刚刚我讲过，这资料如果需要再跟厂协会秘书处那边去索取。那在吃的方面，有一个怎么样做节能减碳，尽量买在地的食材，也就是说，你到市场去买菜的时候，尽量跟那个挑来卖的那些阿婆买啊，或是那个罗拉上买，因为它是当地采、当地种、当地长，减少运输。减少运输，让那个车辆的排废气啊，等等就避免。那第二个呢，尽量能够不用这个喝保特瓶的水，就不要喝，除非你没有办法啊，尽量自己带水。那穿衣服方面呢，夏天尽量穿浅色的衣服，今天就不标准，今天穿的是黑色。因为你穿深色的，它容易吸热。你感到热的时候，你就希望开冷气，希望这个才吹电风扇，也就是浪费能源啊。那还有一个，你要开会啊什么，尽量不要穿西装打领带。虽然看起来很整齐，很庄重，但是它是很浪费能源。一穿热了，你就要开冷气。在住的方面，家里现在大部分都有冷气机，你设定的温度不要设定太低，通常在26度到28度就好。因为你设定太低，你进出，你从房子里面走到外面如果30几度，你里面设了23度、24度，你也不能适应。所以尽量维持在26度到28度，你可以节省这个能源。第二个，你去买这个电，刚我讲过，你尽量买这个节能标章的这些冷气跟这个冰箱，冷气都是那个变频的冷气。还有在照明方面，现在政府也在积极的推动采用 LED 的这个灯泡、灯管。我家里现在正在。一直慢慢的这个把它改用，旧的灯管坏了或者寿命看着已经不行了，我就把它换成 LED 的灯管。LED 的灯泡虽然现在最一开始推的时候很贵，一个可能1000多块，现在这个
7-Eleven 一个大概299，299块，那18瓦。你看你家里点的是60瓦的，它那个只有8瓦，亮度跟你60瓦的一样，所以你可以省很多电。所以，那另外如果你 7-Eleven 买不到，因为一直缺货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买到，就是 Costco。Costco 呢是台达电的灯泡，我不是介绍这个修理厂。台达电的是8瓦的两个桩，是699，就是一个大概350块。我家就是又买不到这个，所以我买的是这个台达电的。其他的我就不多做介绍了。那行的方面，能够尽量减少这个开车，能够骑脚踏车的就骑脚踏车，一方面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可以节约能源。第二个，我这边讲一个事例，我家住在使馆局那边，我有一天在哪里看到，在那个11份那个下坡的过来以后，看到有一家人，他的小孩子要到石门国中上课，我特别跟他量过这个距离。350公尺，结果他妈妈带着小孩开车送他到学校去，350公尺开车去，你看，浪费能源。第二个，他没有安全顾虑，他走那个地方，一开始有一大段是有人行步道，也不会有安全顾虑，所以他还是要开车，这个就是不能节约能源。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能不开车不开车。能骑脚踏车骑脚踏车，能走路就用走路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的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介绍到这里，也感谢大家的参与，谢谢。谢谢洪先生、洪博士这么详尽的一个介绍。啊，各位来宾，如果说有需要这一份的资料的时候，可以向我们产学会我秘书处这里索取。啊，就是介绍补充介绍贵宾。桃园县议会，徐艺术徐议员，大家好。张浩南张议员，地界交流。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给一个详细的一个宣导。各位如果说有一些问题，要跟宣导者做一个交流的话，现在请大家踊跃提出来，谢谢。好。